初学者必看的吹萨三注意，点赞收藏学萨不迷路，注意一，音量时大时小。注意二，音准时高时低。想知道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？那么又该如何改善呢？私信我的一对一体验课学习。注意三，音色时明时暗。那稳定的音准、音色、音量是什么样的呢？关注我，有超多萨斯干货解决困难。